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乐沙海选会场2一号场地星穹铁道 2.2 品诺钢铃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境迷踪齿轮王下一桶金表超隐藏成就流梦交乐沙海选会场大剧院。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海选会场，然后这个场地一右侧的这一个叫动作派挑战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小星球的标志，就是热沙守堡人，就是艾尔号，我跟他对话。对完话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再传，我们点击右上角返回，然后传送到下方这一个你造的传送点。这个热沙守堡人总共有六个，我们需要跟把这个六个全部隐藏解完了之后，就能够获得一个成就。然后接着出来之后，我们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来到前方的这个探出机，然后我们开启挑战，然后右上角我们跳过一下，然后我们选择演机派挑战。你只有刚才把那个二号守堡人拿了，你这个右下角这个位置你隐藏条件才能开启。然后我们先就是一号标点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二号标点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我们就是三号标点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这个时候隐藏区就开启了，然后同时获得一个成就。别看错了，是演技派挑战，不然你调的是没有用的。然后我们发车，发车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个在星线后面有一个小鸟鸟头，我们给它拽出来。接着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前走，来到传送点的地方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往前走，来到这个中间麦克的地方。来到麦克的地方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往前，这里有一堆电视，然后在这个左侧，我们往左侧地下看，这里有一个小鸟，给它拽出来。接着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上前方的楼梯，来到上一层。上来之后我们往左看啊，往左看，这个这里头就能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东方向小地图的右方，我们继续往前走，上楼梯。上楼梯之后，在我们上楼梯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有一个热沙守堡人一号，我们跟他对话。好，对话完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在上方有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再回头下楼梯。下楼梯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往前，在这个一堆电视这里，最高的电视这里，一个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满分，我给满分。拽出来之后，我们上前方的楼梯，上前方的楼梯之后，正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迷踪，我们解谜。进来之后，这个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把这个黄色的拉下来。接着这个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这个镜子拉到最下方，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个黄色的拉到头，拉到最上方，然后下方这个橙色的我们点击一下，这是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我们打开宝箱，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下楼梯。下楼梯之后，我们往左看，这里出现两个王下一桶，我们跟这两个王下一桶对话，然后选择可恶的家族。
然后再选择交钱拿货，然后给他1000块钱。然后获得贴纸，接着在前方有一个小手，也是一个碟片，拿碟片之后再捡起旁边的宝箱，然后我们再打开小地图，我们传送回，点击右上角返回，我们再传送回下方这一个你扫的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往前，然后依然是来到这个贪秋机，开启挑战，然后右上角我们点击跳过一下这个段剧情，然后我们选择动作派挑战，然后标点一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我们这是标点二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标点三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好，然后这个隐藏就解锁了，然后我们发车，出来之后我们往前走，上到楼梯之后，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右看，在这个右侧这个摄像机这里是一个小鸟，我给它拽出来，然后接着在前方这个广告牌的后方，这个大瓶盖子的后方，我们来到它的后方啊，然后打开这个宝箱，打开宝箱之后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迷踪，我们解谜，进来之后这个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而这个橘黄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接着橘黄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然后下方的黄色我们给它拉到就是最上方，然后我们把镜子往上拉，然后我们唤醒，接着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我们上前方的楼梯，我们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右看，这里有两个气球，在最后方的这个气球这里有一个折纸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上前方的楼梯，我们来到楼梯上之后，在我们的就是东方向小地图右方这个椅子上啊，这个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小鸟，我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前方楼梯，在这个楼梯的右侧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绕过来往这个方向走，来到另一侧的楼梯处，来到另一侧我们上楼梯能够看到一个铺满，我们先把这个铺满打掉以防的逃跑，好，获得奖励，接着我们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走上来之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拿掉这个宝箱，接着我们再回头下楼梯之后我们往左看，还能够看到一个宝箱，还有一个小手标志，11个宝箱，然后一个唱片天成竹林，然后我们现在是10个宝箱，一个铺满，两个往下一捅，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返回往下拉，找到这个小鸟，然后我们现在是11只小鸟，梦境护照16，一个假面愚者的参赛留言，捉迷探奇一个成就，记得关注再走哦。